在灰色的砖墙和暖色的灯光下，点一杯咖啡，坐在落地窗的沙发上，看着捷运内的旅客来来往往，形成了忙碌与悠然的强烈对比。没错，来自捷运站内的咖啡馆雅培诗就位于高雄美丽岛站的9号出口方向，行经于此便能感受到阵阵咖啡香。除了现煮的咖啡，这里的松饼更有别以往，选用了健康的橄榄油与鲜奶制作，且不加任何一滴水或香精。来此享受一番悠闲，当然也要尝试这深藏内涵的系列松饼餐，为这惬意的时刻带上不同的味道。